啊，闻，闻者，闻名信受也。听到这个名号，深信不疑，欢喜接受，以名居万德，真真不容易。一个名号能居足万德，万德是什么意思？这一个名号可以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名号，念这个名号就等于念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名号。这是具足万佛，是万不行啊，无量无边，一切诸佛如来名号都在这阿弥陀佛名号之中。那么再说佛法，一切诸佛如来所摄一切法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也在这一句名号当中。啊，乃至于三句境界，无量三昧，也在这一句名号之中。所以说名句万德了，念这一句佛号就一切统统念到了，一样都没漏失。我们真正搞清楚搞明白，能不念佛吗？那万德里头包不包括其他宗教啊？道教里面讲的太上老君，讲的玉皇大帝，基督教里面的上帝，伊斯兰教的真主在不在里面？全在里面。啊，全宇宙包括进的一句名号同包括了，用恭敬心念，用清净心念，用真诚心念，啊，于是我们才体会到，为什么念一声佛号能消八万一切生死重罪。啊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无法想象啊！啊，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我相信你念佛决定是分秒必争，你不会轻易放过一秒钟。哎，一秒钟可以念一声佛号，你把它放弃了，这一秒就可惜了。
啊，真的是分秒必争，一切时一切处心上念佛，心里有佛，啊，口里要看周边环境，啊，周边环境里的有不相信的人，不愿意听的人，则不要开口，啊，心里头默念，啊，让心中佛号念念相续，真念佛人呐，啊，甚深佛号跟阿弥陀佛相应。